是吧？再次相聚是缘分呐。谭大姐，谭大姐，是这可以吗？我是不是太高了？可以低一点，必须得跟着你的频率，不然就憋死了。谭大姐，你准死！来，坐坐那个。慢一点，坐长一点。哎呀，我自己都要提醒声音了。谭太监，你不准死！你醒醒啊，谭太监！谭太监，没有，这姿势。对，你在这个位置。对，五个六个。你就一直坐，然后你就一直坐。对吧？转一点，我转一点。转一点，转那边。我应该还是在这个位置。可以，哎，一二三，好，对对对，上这个位置。打一下。哎，你拖我吧，要不，要不你踩我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呱呱！这条交了。你得着了。啊！果然是高手。你说，来吧。感情化了。